也没有别的手艺，就会说相声。是，难得老少爷们这么支持。哎，而且一上来，俩姑娘，一个男姑娘啊，还男姑娘，给我们都献花。其实我特别感慨，嗯，你来就来，你还花钱。是，你说你花钱了，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对，这叫什么话呀？挺高兴啊，各位今天让您破费了啊，花了钱来听相声。嗯，当然了，花钱有花钱的好处。哦，这一晚上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这是花钱所买不到的啊。这倒是啊，凡是没来的呢，后果自负。哦，这有什么后果呀？后果非常的严重。您说说，省不少钱啊？嗨，就是省钱的后果呀。主要说的是快乐的事情。哎，钱不钱的不叫事儿。嗯，你要说有钱，我不知您各位哪位有钱啊？啊，你谁还超得过于谦有钱呢？啊，就说我，你这中国相声界最有钱的人，啊，就是于谦老师。您客气，实在没事了，自个儿还找一十字路口，半夜里画个圈，烧点纸呢。我还烧钱。我也问他过，你这不是疯了吗？啊，烧纸干嘛？为什么？不定哪天就死了，先存点。没听说过，我自个儿给自个儿烧去，很了不起。没什么。嗯，在台上你看。穿着大褂啊，传统服装，到了后台换上自己的服装，是，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潮人。嘿，还潮人。真的啊，你举一个例子啊。嗯，马上天就快热了，是，你要问我穿什么，嗯，其实我这人台底下特别随意，是，我就弄一大背心啊，穿一大裤衩，嗯，怎么凉快怎么得，这舒服。人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我得讲究一点吗？六月三伏也得穿一个小衬衣，就这么规矩。这头一个扣不系哦，但底下这扣全得系上，严谨。小领子衬衣显着精神，呵，这么大气呀！是是是，底下穿一钉子裤。哦，我底下怎么那么热呀？我看着这么别致。哎，对，是没这么穿的，反正勒得都说不出话来。至于不至于？这不挨着，你知道吗？啊，到了冬天，嗯，钉子棉裤。哦，我是有点别致，我把这钉子裤都续上棉花了，我。平时玩的也不一样啊！啊，打高尔夫球啊，这是好运动啊！人家我来不了这个啊！啊，早晨六点就下场打高尔夫球，那么早啊？啊，没事说桥牌啊，高雅运动，玩桥牌是下围棋，这锻炼脑子呀，都是人家干的事。是游泳，哎，全身运动，哎呦，那个技术太好了，是吧？游泳游得特别的快，没错，裤衩都跟不上哦，那就是没穿呢，这个。你是一个人物啊，肯定是人物。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自豪啊，没人比得上我，那错不了。哦，向您学习。您客气，人都是这样。嗯，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这话对。人人都是有积极向上的心态，这就好啊。我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您说我儿子你认识吗？嗯，您别到这儿大喘气行不行啊？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孩子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哲理。您说您孩子，我儿子郭麒麟啊，虽然说是个孩子，但是有时让我觉着为他感到骄傲。那孩子是不错，积极向上。好啊，哎呦，从小我记得是三岁，哦，就看书，这么早啊？三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真是看书多好，十万个不为什么。哦，那看什么劲呢？那还？十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对啊，孩子很聪明，是吗？过目就忘。嗯，不怎么样，过目不忘，过目不忘。嗯，到八岁那年跟我说了，说什么？说我想当个音乐家，这就有理想了。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灵啊，感动了吧？感动的我跟王八蛋似的。这什么话这啊？啊，不压根就像什么话这个啊？啊，不是，你就感动了，不是？谢谢大家对我们两个人的鼓励。这有我什么事这？你比我大，嗯，这个。从八岁孩子说要当音乐家，哦，高兴，但是不能鼓励。那不鼓励省了他骄傲。哦，叫到跟前来说说。好孩子，嗯，非常好。哦，爸爸特别的高兴。是，但是你不能骄傲。哦，有人比你强。是吗？你今年八岁了。对，爸爸在你这个年龄已经九岁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谁问你虚岁了？这个不就是想当音乐家吗？是啊，我带你去钢琴行。哦，买钢琴，到那儿就买个哨回来。人要钢琴，你给人买一哨。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怎么呢？你给他买了钢琴，他肯定得学。是啊，一学就会了。他聪明，早晚得成音乐家，下功夫。音乐家的下场就是下乡慰问。嗯，慰问演出，你想钢琴不好上公共汽车呀，那是门小，得雇四个人抬啊，一人500块钱，这就得2000。慰问演出哪有过100块钱的，是吧？演一场赔一场，所以咱不学钢琴。您想的是不是太远点了？您这就是疼孩子。是啊，他好像不太喜欢。多新鲜呢！不吹哨拉倒，把哨拿来给我。哦，你吹，我吹，行吗？哎呀，每天吃完晚饭一吹哨，多快乐！是吗？吃完晚饭放下筷子，拿过哨来，嘟。这是狗就跑过来了，干嘛呀？抱起狗来擦嘴，多缺德呀！这主意想拿狗擦嘴啊！你们准有人养过狗啊？你未必想到过擦嘴这门技术。哎，那是没有这么缺德的人。哎，这就是智力的问题啊！是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嚯！还成功人士？上有苍天，下有地铁。哦，那么在我你先等一会儿，你。什么话呀？这老话吗？什么叫上有苍天，下有地铁？上有苍天，下有我这双鞋。这没听说过啊！是下有厚土，土上有我这双鞋。哎，就您这双鞋，还有你那双啊？地下就放2双鞋，人在炕上呢、嗯，在炕上干嘛？看电视呢。您别老提这。哎，你们不能这样，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什么词儿？这叫？哎，上有苍天，下有厚土。对，良心放在中间。嗯嗯，是不是？那倒是，人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哦，反正每个人都不同的追求。哦，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那行啊，成为一个成功人士。那您努力呗。成功人士早晨起来，嗯，先来杯咖啡。嚯，放点香菜。嗯，这怎么个搭配？这是啊，喝一口放下。嗯，打开一张英文报纸。我还英文的，嗯，看得懂吗？看不懂啊，看不懂还看？废话，看得懂我还看，啊，看得懂我还看他？不是，你还逮着理了是怎么着？你这你知你看不懂这边多精看嘛，是吧？您这是愣看呢？您是看不懂才看的是吗？哦，看一会儿放下。嗯，成功人士该吃中午饭了，到点儿了。吃点什么呢？嗯，成功人士要吃饺子，饺子好吃，和面，嗯，和馅儿。擀皮儿包，撒点蒜，兑上醋，点香油，拿筷子和了和了，嗦了嗦了筷子头，跟这儿等着、嗯。这成功人士怎么那么厌气呀、啊？这个吃饺子啊，吃完饺子放下筷子，拿起哨来，嘟，嗯，猫咪就过来了、嗯。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怎么了？别说了，您不是狗过来了吗？你怎么猫咪过来了？我那狗起个名叫猫咪，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这玩意儿。让他有2本护照，是吧？心情会好一些、哦。狗起名叫猫咪，对。那您那猫呢？猫叫兔子。兔子呢？兔子叫鹦鹉。鹦鹉。鹦鹉叫儿子。儿子呢？儿子叫于谦。啊，去！又转到我这儿来了，您这，哎，这老有你啊、哎！您要不说呢？哎，嘚儿啊，跑过来，抱起来，擦擦嘴。哦，擦嘴。成功人士，完美的一天。这就过完了这一天，那是转过天起来，嗯，喝咖啡，搁香菜，嚯、哦，英文报纸还看，有活，嗯，依然没看懂，这不是废话吗？到中午了，成功人士又该吃饭了，嗯，吃什么？昨天还剩馅儿的，和点面，哦、擀皮儿包，哼，撒点蒜，兑上醋，点香油，和了和筷子，嗦了嗦筷头，吃饱了，嘟，狗过来擦嘴，哎，好，非是这个，哎，转过天来，早上起来，嗯、香菜搁咖啡里、哎，看看英文报纸，吃点什么呢？嗯、啊，呀。昨天还剩面了，您天天吃饺子呀？这个成功人士天天吃饺子，嚯、哦，在饺子的海洋里荡漾。哎，好，您不怕烫着？嗯、这个，每天吃完了就吹哨，吹完哨就擦嘴啊，就非拿这狗擦嘴不可。哎，当然啦、嗯，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哦，成功是要有机遇的。哦，还没成功，天天这么等，等得我腹都泄了啊！是腹泄了，像话吗？那个怎么说？花儿都泄了，等得我花儿都泄了。哎。着急，真没有辙呀！那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喝点闷酒吧，借酒浇愁。打开一瓶85年的 CEO。哦，你先等一会儿，您把哪老板开了？这是不许打人了吗？不是什么呀、啊、？CEO 像话吗？打开一瓶85年的 UFO。嚯、哦，哪儿那么大嘴啊 ？ICU、这什么呀？娘 ICU、哪儿有这词儿？
你到底是什么呀？塞酒。嗨，那叫 XO。哎，有这嗓子上农村唱戏去多好。唱不了。嗯，没有钢琴伴奏。哎，吹哨啊。嗯，你少来这套那个 啊。我一吹哨牛跑过来了。啊，有我什么事的。我这愁得和您捣乱，您愁想辙呀？想辙，首先充实自己啊。怎么充实？逢这会儿记住了啊！啊，一定拿自己当回事。怎么当回事？找自信心。哦，没有自信不行。哎，我找了一个地儿，这地儿太好了。哪儿？首都机场。那儿怎么找自信？奔机场买张最便宜的打折票。打折飞哪儿都行啊。哦，最便宜来一张，拿过来夸夸一撕。不用。哎，找一旮旯一坐。嗯，等大喇叭喊我。喊您什么呀？郭德纲先生，请您登机。郭德纲先生，请您登机。哎呀，我连故宫都没去过，他妈让我登机。嗨是那个意思吗？人家两码事，您这啊，让我登机，这是那登机的意思。你太痛，那是极好的啊，那没法不好。嗯，一坐一坐坐一天，特别高兴。就听这个，我都想把名字改了。改什么呀？改叫郭登机。那有什么好处？给他增加难度啊！大喇叭一喊，嗯，郭登基先生，哦，请拿您的登机牌到登机口登机，欢迎您登机愉快。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以为秤砣掉地下了。您，哎呀，真好，特别开心啊！就听这个，一坐坐一天哦，非得等着保安过来哦。陛下回宫吧。嗨，保安都开始隔你了啊！来，嗯。背着朕回宫，背着你、啊，保安都哭了。嗯，臣妾做不到、啊。什么玩意？这不是哪儿来的保安？废话，废话，废话 啊！我用你管我？回家，我是得回去啊！我还有正事呢。有什么正事？还得回去采花去呢。啊，嚯、啊！您还采花呢？我养了几盆花啊，回去掐掐枝啊，弄弄叶儿，浇点水，施点肥啊。啊，那叫十朵花儿。我养了六盆花，真不少。这六盆花你知道多漂亮？好看。我特意打了一个铁槽子。嗯。这六盆花都搁铁槽子里边，拿槽子养花。哎，浇花的时候水不至于流到外头去。嚯！而且遛花的时候很方便啊。这词儿我都头回听说。嗯，还有遛花的，许你遛狗、遛鸟，就许我遛花。哦，铁槽子上肩一扛，你知道多气派啊！嗯、扛着，哎，跟行为艺术似的。哎，反正得有好身体。晚上十点来钟没什么事儿、嗯，扛着花下楼啊遛去。哎，不白出来，怎么呢？一低头，马路上有200块钱。嚯，还捡钱了！老话说的对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让其捡2个50的，10个10块的。这嗨，还捡的还都是零钱。嗯，你看这味儿，咱不能要啊？怎么呢？咱们得找施主，这就对了。施主不要，咱们再要。哎，人凭什么不要啊？这位施主，嗯，哦，不是您的啊。哦，这位哟，还给10块，谢谢啊。嗯，这位施主有5块，谢谢。哎，要钱去了，朋友2块，谢谢。好家伙，人生中第一桶金，好。这第一桶金是要来的，回家路上看见第二桶金了，这是什么呀？捡了一块翡翠，哦，这可值钱，斩青碧绿，这么大块，半尺，好，当件白，两边是绿的，哎呦，老坑的种，这叫佛光翠，还真懂行，银两棒硬啊，哎呀，拿了屋里一瞧啊，什么呀？冻白菜帮子，这好家伙，您也是气迷心了，知道吗？一点都不着急，是吗？那当然了，哦，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海啸于后，心思坦然，哦。平胸而论，嗯，到了我这个年，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没有这话啊！您再往里一点，平心而论，啊，有意思吗你啊？废话，您说错了吗？不平胸，何以平天下啊？谁说的？这是，心胸是一样的，这差远了。哎，这个到这会儿人就应该很好的认识自己了。啊，这倒对。哎，我到底能干什么？嗯，哎，认识自己才能决定前进的道路。那您想了没有？我真想过呀。就干什么？你说让我卖菜去吧。嗯，我起不来这么早。哦，这得早起。开个酒吧。嗯，睡不了这么晚。啊，那拉碗啊。开出租去。嗯，我又不认道。路痴。我在家上厕所还迷路呢。啊，至于不至于。开旅馆去。嗯，一年就一天情人节。哦，别不挣钱啊、哦哦，都没人住。那是啊。嗯，给人当保镖去行吗？我一使劲就咳嗽。身体都楼了啊！打篮球去啊！他们那磕膝盖老撞我后脑海。好家伙，个儿太矮了吧？您这个画画去，这行色盲哦。你说唱歌去吧，嗯，这嗓子又炒饼味儿的，这实不怎么样。演小品去行吗？小品又干不过相声啊！嘿，这
这倒是大趋势了。那是你说相声去啊？你们这行哪有好人？这嗨，我们怎么没好人呢？你说我给人当小三儿去，又是个男的，这废话嘛。上洗浴中心吧。行，他要让我抽烟喝酒烫头怎么办？人没这个，那儿哪有这个呀？哎呀，想到最后，我觉着反正做买卖别贪大。哦，一步一步的来，从基础做起。我想了一个好主意。什么呀？卖烤串。哦，羊肉串，这个简单，老百姓又喜欢吃。对对对，对不对？而且来说，首先啊，我不用单独租房子。您有房吗？我那房子临街。哦，门面百年违建。哦，那早就该拆了。您这个，你想这么些年都没拆了，不容易拆了。哦，我那算文物了。还好，而且占地势。怎么个地势？虎踞龙盘，您说一说。在胡同的正当中。哦，把中间，我那房正当中啊。那个胡同口啊，三个烤串的，这个口啊，七个烤串的。哦，这非让人挤得死不可呀、啊！这个，嗯，我在正当中，我占一好位置。那是有什么可好的？旁边这家是卖糖葫芦的啊，这倒没没有竞争。是右手这边是一家公厕。哦，没事，这都挨着呢。嗯，公厕旁边是个母厕、啊，母厕、啊，女厕、男厕 也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多新鲜的呢、啊！斜对门是老约翰中药店啊。嗯，您听这名字像干中药店的吗？这。老约翰中药店，祖传的买卖，还祖传呢。打他哥哥那辈儿就是干这个的。这嗨，那不叫祖传。正对门是个成人用品，哦，还有这店呢。不是，你怎么那么美啊？你这个听，多么励志的一个单位啊！这有什么可励志的？首先你得成人，哦，你才能上那儿买东西去，才能消费那个。那错不了啊，嗯，所以说地势我非常的满意。哦，不错。第二来说简单，怎么简单？有个炉子就能干。那您有炉子吗？把花拿出去就是炉子。这嗨，哦，就是那铁槽子改烤串。对呀、啊，哦，唯一的缺陷就是我得招一个伙计，那有个搭帮的。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嗯，浑身是血，你做多少毛血旺是吧？啊，什么词儿？您这是？裁张纸干嘛呀、啊？拿毛笔写，哦，招伙计，招工启事。好，毛笔啊，嗯，敬启者，嚯，还用老词儿呢？就这仨字看出就文化啊。那是敬启者，后边呢？我呢？嗯，打算干点门。哎呀，一个人又不灵，嚯，找人跟我一块儿发财。嗯，来了准行，是不来是小狗，骗人，王八蛋，什么乱七八糟？怎么里边还有骂街呀？您这？大气磅礴，哎，哪儿瞧得出来呀、啊？写完贴出去了 啊，俩月没人来，是没人来，倒不是因为词儿不好啊，啊，红纸写着红字儿，这嗨，您色盲就别自己写了，翻过来啊，拿这面写，哦，写完贴出去，行吗？当天就来人了，嚯、哦，还真快！一开门，这小伙子跟我站一对脸，是，呵，嗯、啊，我估计得有180斤，你怎么知道的？你他妈踩我脚了你，也呵。拿您当人体秤了，你知道吗？后站啊，就后边吧。还挺精神，好看吗？哎，20出头，40郎当岁的样子。这我没法算了，这怎么个岁数？20出头，40郎当岁？大概岁数20多、啊，那个气质，那个成熟的状态像40多啊，就是显大。哎，戴个小眼镜，很斯文。哦，两根头发梳一中分。哦，蛐蛐吗？这不是，两根头发一中分。这不就是那须子吗？反正你说，像个业余的正常人。哎嗨，压根儿就不是正常人。浪大了，你不知道催上来什么海鲜。好家伙，什么都来了。那个模样是个囧傻呆萌的状态。这什么形容词儿？这是。嗯，给你纸，给你笔。干嘛呀？写啊，姓什么叫什么，电话。哦。写我瞧瞧怎么样？联系方式。写完递给我了。您看看。姓王啊。哦，姓王。嗯。你叫折寿？有叫折寿的吗？老板，我叫祈祷。哦，就这学问就别看了，你俩字儿能一块儿都错了吗？您还真像，那玩意儿是像的事儿吗？那个叫这么一缺德名字，还给人瞎说，你这不好听。怎么不好听？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啊、改做买卖，咱们。图的是个兴旺哦，你叫王旺，王旺，我喊你啊啊，王旺哦，王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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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不怕他拿你擦了嘴吗？一会儿，
这，那边吹去吧。哎，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啊！我给你看看相。您还会看相？我哪会看相啊？那您给人看，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我得拍糊住了他。嚯，还吓唬人！坐好了，你看个相啊。嗯，从你的面相中来看，怎么样？十二三岁辍学，哟，混迹江湖，交女朋友无数。嚯，到后来结婚之后，媳妇儿很漂亮，生一对龙凤胎，真好，对吗？怎么样，老板？你说这不对？嗯。我没有十二三就辍学哟，我是英国回来的双料硕士，从小到大我都没跟女生拉过手。嗯，怎么着？知识改变命运啊！什么玩意儿？这句话就用这儿了是吗？早退学早好了。哎，对，压根就不应该上这学。五行缺串啊？没听说过。五行里有串吗？这里八字欠考，这非干这不可。留下吧。啊，留下，你现在是我的二级烧烤师。嚯，这就二级了。慢慢熬着，明年是一级，后年就是特级。特级怎么样啊？调到八宝山去。哎，好，改烧人了。行了行了行了，嗯，留下好好的干吧。啊，哦，这个先跟我一块先穿串吧。啊，这是对对。买了羊肉自己穿。哦，自己呢？自己穿，它省事也省钱，节省成本，但是一定要把成本压到最低。是因为在我这个位置多多少少有一点小竞争。您太客气了。啊，那就是竞争的。 啊他们有卖两块一串的。啊，有卖五块一串的。哦，咱们呢尽量的跟他们有点距离。咱们多少钱？一毛钱七串。哎，嚯，您这是要玩命啊。这是我们俩跟家穿啊，穿了五天，累得跟孙子似的呀。哎呀，穿完之后，嗯，没等烤，来一帮人全包圆了。怎么那么快呢？就是这帮烤串的。哎，好，对，人上您这上货来了是吗？他们是看见气迷心了。哎，对，哪儿那么便宜的？说买我这个比外边的便宜多了。那是啊。那可不成。嗯，拿我当进货商了哪行啊？就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尺二。还真细致，这位看的。换肉。换肉。哎，换什么肉？我一说换这个肉，你准亲切。怎么呢？鸭子的。哦，我怎么就亲切呢？我凭什么一听这就亲切呀？我老北京人好吃烤鸭烧鸭子呀。那你说清楚了。你又想多了。如果想多了就没事。哎，鸭子肉。嗯，鸭子肉便宜。是啊。但是鸭子肉腥气。对了。啊，你什么时候见饭馆炒鸭子肉的？没有，很少。必须跟酱跟葱一块吃。对，折它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呢？哎，不要紧，买羊肉精，买嫩肉粉。哦，还得用嫩肉粉。拿这东西弄完之后就好。哦，但嫩肉粉咱没用过呀。那得试试。真吃完出事怎么办？就说是得做个试验。怎么试验？来脸盆盛满了水，倒一袋嫩肉粉。嚯，和拢匀了。嗯，王王，叫他过来洗脸。啊，洗脸。用这个，老板不要啊！就说是，你这你看你那脸都那样了哈。就是，嗯，洗洗脸，洗洗脸，好孩子啊。嗯，天也不早了，洗完脸睡觉啊。哦，一睁眼找到青春，恢复童年，来快，这可以，不惜打死你，快！哎，这货，哦，还带吓唬的。洗完脸睡觉了。嗯，早晨六点半坐在炕上就喊，怎么？我找到童年了，还真好，我尿炕了。哎，嗨。跟这嫩肉粉没关系，晾晾背去，晾背去。这个早就该去，就用吧。反正这么些人都用，咱也死不了。就试试啊，啊，就用它吧。那不行，怎么呢？您这叫欺骗顾客，你这叫吃不着狐狸说葡萄酸，是吧？啊，什么词儿啊？您这不是乱了？我比你明白，我走的，我吃的饭比你过的桥都多，知道吗？你说反了，不是，我过的桥比你见的茶酒的都不是，哪有这么你我丢的人比你见的人都多。啊，那倒是。哎，这话对啊。哎，哎，我丢的人比他见的人都多。还是见人啊？你才见人呢，非得把我搁进去不可，是怎么着？我就有正事儿，你别搅和呀。您说正事儿啊。嫩肉粉的问题解决了。嗯，转过天带着他，我们俩人奔调料市场。哦，缺调料，买辣椒面和孜然，用这俩换了一个半袖的背心。嗯，走，跟我你先等一会儿。您买调料换半袖干嘛？到那儿就知道了。哦，这个卖调料的都是一个袋一个袋口翻着，对，什么孜然呢，辣椒面这类的，跟那儿一兜一兜的摆着。嗯嗯，我们俩到那儿，半袖背心，哦，找一水管子呗，胳膊弄湿了。是，我先奔那孜然。嗯，质量怎么样啊？哎呦呵，最少半个月。哎，这个，这倒用不了多少。王王，看看辣椒，辣椒面，孩子真听话，咔。哎呦，我前面他后边，走。嗯，这就完了。刚走出去，他喊我。嗯，老板。嗯。我想撒泡尿。哎，好，早干嘛去了？不行。嗯，尿疯啊。就是
辣死你知道吗？嗯，这他懂。嗯，而且我也帮不上你，这多新鲜呢。回家，老家都扑了下来啊，弄好了，洗干净，坐在那儿，是一回头，他坐那儿哭，哭什么呀？我气的，你要死你！真是，我不是为了你好吗？孩子，对呀、啊，你哪怕是结大手，我都答应你。哎，这嗨，别说这个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呀？我刚才你插辣椒那啊啊，表掉里边了。这嗨，这能干点什么？这位你，这是个废物，什么都干不了。行了，行了，行了，买卖一开张，咱们就挣钱了，哦、好吗？嗯，到年底我送你。送他什么呀？送你回家。哎，这回家那叫送东西吗？送你个，哎，送你个纯金的小铜佛，那好吗？倒是金的，是这就铜的呀。我送你个黑白的大彩电，好不好？嗯、这嗨都不像。行，闭嘴，行了，行了，赶紧干。我心里有数，心里有数 啊。行了，哎，准备吧。啊，一算呢，还差点竹签子。哦，出去扛一口得回来。啊、真快，一百来斤够用了吧？啊、太够用了。扔在地上，把门关上。嗯，谁叫门也别开。哪有叫门的？嗨，这就是那个卖糖葫芦那个孙子啊。你偷人签子去了吧你？你用得了那么些个吗？那有你什么事啊？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啊？没什么人呢，这叫再准备点啤酒和凉菜，咱们就可以开张了。哦，还有凉菜？凉菜，你光吃烤串哪行啊？哦，坐在那儿喝点啤酒，吃点凉菜不挺好吗？这倒好，来个花毛一体。嗯，什么叫花毛一体？花生和毛豆拼的。哎嗨，净起这好词儿。再来一个黄瓜丝儿。啊，也行，拌的黄瓜丝儿，嗯，我自己切的，是吗？我那个刀工，哎呦，有啊，我自己切的黄瓜丝儿，哦，我切那个黄瓜丝儿要多细有多粗哦，到底是细是粗啊？您呢？这看你点性不性了。哎，对，没谱这发挥的。切完这个还得弄点萝卜片儿，这也是清口的大白萝卜，汤汤汤汤汤切成片儿。嗯，我这个刀工没问题，刚才切黄，但雕花差着。还有雕花儿，这个那是啊啊，一个白萝卜圆片雕花儿，每个上面的圆眼一边大，这个就难了。这倒是费劲啊！我这弄着，王旺看着我，嗯、老板啊，人家那用的都是藕哦，连这都分不出来，您还开饭馆呢？没听说过拿白萝卜雕藕的，您我还纳闷呢。这呵，这不得累死我呀！这一天净雕花了，您说的？我说的呢。啊，行了，就是他了吧？可不是就是他了吗？哎，再出去灌点啤酒来，也就得了。啊、什么叫灌点啤酒？哎，闻那啤酒有鱼虫子，赶紧。喝水灌的呀？什么喝水灌的？有鱼虫。我那正经名牌的。是啊，永定河牌啤酒。这好嘛，就河里灌的。都准备齐了。嗯，今天开张。哦，开业了。哎，我这裁点纸，写点那个。啊恭喜发财啊这类的话。哦，吉祥话。哎，告诉王旺去点火去，快去。哦、啊先点火。点火。老板点什么火？嗯，就那花槽子。怎么不明白。哎，我这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好，他对联。问君何所有，烤串何啤酒。这词儿就差点了。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这就快不是人话了啊。鸭肉串儿，哎啊，不是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哎，怎么样？真敢写鸭肉串？你看那男子汉大丈夫，鸭肉串儿哪个鸭呀、啊？哎呀的鸭，哎呀的鸭肉串儿，嘿哈，改形容词了，您这你要上当，那你活该死啊！啊，反我写上了鸭肉串儿，好家伙，再写啊，嗯，本店嗯离百年老店还有99年，这不是废话。您就说刚开张不是就完了吗？7月15待客烧纸，呵，这都管。嗯，再裁张黄纸。嗯，神仙保佑我发财。哦，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嚯、哦，这张得烧了。烧了。烧完之后，太上老君就收着了。你怎么知道烧完以后太上老君就能收着？准能收着。凭什么？我在太上老君的名字前边 啊写了一个圈 A。啊、哦，还艾特人家，什么主意都想。您这是？他只要不拉黑我，就能收着他。怎么能不拉黑你呢？哎，这儿写着啊。嗯，王旺过来了。嗯，老板啊，火上来了啊，真快。那个花拿出来吗？哎，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缺心眼儿吧？你是吧？早就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啊！啊，这拿出来烤了串嗯，我请的模特就来了。哟，还有模特呢？开张大吉，请模特走秀，热闹热闹啊！可真舍得花钱，请50多模特。这得多少钱呢？这那花什么钱？没多少钱。怎么没多少？50多模特，你一个。一个怎么会50多？一个50多岁的模特，
请一老太太来，您这广场熟女。什么叫广场熟女？看自行车那老太太，这净胡起名。小脸蛋蓝哇哇的，是啊，染的红头发，嚯、哦，紫旗袍，哎呀，站在跟前一瞧，跟雷震子似的，什么都见过。我心说，我要不要再给钟馗写一张？啊，这不用，那闹鬼了是吧、啊？来了，走吧，开始吧，啊、来走秀吧，还走秀呢。嘿呀，喂，我这摊这通扭啊！哎呀，他来之前啊，胡同里还有人，是。这一圈走下来，净了街了。对，谁看谁不怕呀？连我们家那狗都趴着不动过了。那是啊。行了，你别扭，我冷啊。啊，对，来吧，来吧，这熟了，吃吧、啊。这就吃，过来吃吃吃啊！不用给钱啊，不给钱。哎，就如同你中奖了。你瞧，一边吃一边乐啊。嘿，你瞧啊啊，又中奖了啊！什么叫又中奖了？上回中奖什么时候啊？对呀、啊，我那天买辣椒面，嗯，带着六块手表。哎、嘿哈。落到他手里头了，伙计眼珠子都快出来了啊！红了，那是我的！哎呀，蹦出来，当就给一拳，干嘛打人呢？脸上滋不起来了。哎，这小子真愣，是打的老太太喉结都没了啊！这是老太太吗？这个别打了，我这刚开张，两位就是住手！你哎，停吧，嘟，停，停了吗？俩人没停，狗跑了。哎，对对，怕你擦嘴哟，这不要了命了吗？别打了！啊、哎呦，雷震子大战囧傻呆萌，这好家伙，这个热闹劲儿的。打的老太太都流血了。是啊，我跟你们没完啊！你们给我蜡笔小心一点。这什么词儿啊？这是我这就报警打110去。打110，老板110怎么打？这都不会啊！把我气的，你废物！啊、告诉他查114去。哎，什么人呢？你们这有一好人没有？你们这里头，他走了，我跟这伙计说、啊：“你看刚开张，你给我惹这么大祸，是这买卖怎么干呢？”就说是呢。正说着，对门。成人用品的老板出来了，他干嘛来？站着我这幸灾乐祸，说什么？惹祸了吧？嗯，就知道你们好不了。怎么呢？你看你这肉，你看你这，你这都是假的呀。嗯，什么？嗯，我这都是假的。对，我一指他那成人用品，嗯，你那都是真的啊？没听说过，有这么比的吗？这个，我这死不了人。哎，对，你这都是真的，你得枪毙，你知道吗？别比这个了。接了街坊帮个忙吧，孩子怪不容易的。怎么帮？你看多可怜这孩子、啊，这孩子不错，知道吗？老话说得好，没有胸毛还有腿毛，是不是？啊、哪有这老话？老话怎么说？没有功劳还有腿毛呢？没有腿毛，有胸毛，有胸毛没有？哪有孩子没有毛？有毛没毛啊？是说这干嘛？不，有毛没毛你得帮他，是不是啊？你赶紧让他帮。你看你那橱窗里站这么些假人，也不差他一个，是不是、啊？干嘛呀？孩子，快脱，快点，快点脱了。小子真听话，三下五除二全脱了。干嘛？跑到屋里站柜台站着去啊？呵，当假人去。刚站好，警察。叔叔就来了，说来就来后边跟着雷震子啊，就别提雷震子了。警察一身的水啊，怎么是水、啊？我说您这身上怎么回事啊 ？GPS 有毛病，给我们带到永定河去了。哦、这好嘛、啊，我一听吓我一跳啊，怎么掉我啤酒库里边了？嗨、啊，还是河里灌的。警察说你们打人了吧？啊，没有，我们早就不打人，学好了吗？现在啊，承认。嗯，老太太怎么流血了？嗯，她本命年啊，没听说过。别废话，让你们的伙计哥们走一趟。对，没看见，不承认。警察乐了，一指那儿、嗯，不在那儿站着了吗？瞧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呀？对呀、啊，就他攥着串呢。啊，这还举着呢。谢谢啊！每次演出都有观众送花，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一再的说别花钱，别花钱。嗯，因为他再好的花，他也搁不了几天。那您还打算怎么着？而且你送东西，你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哦，你就不如直接给钱。嗨，不知足。谢谢大伙儿，是来了好几千人，嗯，听我们这儿说相声，嗯，主持人说了，这个节目叫郭家菜，对，吓我一跳，啊，有人说这是个传统节目吗？这个节目有两三年了，哦，两三年了，是因为这个饭馆开了两三年了。哦，传承下来了，开了一小饭馆。您呐，一直想请客、嗯、哦，也不知有没有人愿意赏这个脸。这可去吧？谁去呀、啊？谁愿意去，谁就能去。您请客？那当然了，我说了，你瞧，进门说一句口令啊、哦，什么口令？买单。啊、哦，一提这个人就带您上包间了，带你上柜台了。上柜台干嘛去？结账去。那、哎、还是不是你请客呀、啊？其实有人说了，你这是不务正业、嗯、啊！跟您说实话，嗯，不管是开小饭馆、做服装还是干什么，嗯，其实也没耽误说相声。
哎，主业还是这个。你要说真耽误说相声，也是因为他引起来的。哎，这怎么搁到我身上了呢？人家开饭馆开得早啊，那倒是。我才干了三年。哦，于老师五年前就做了餐饮了。嗯，有个小饭馆啊。我给写了两块匾送去。哎，对，他给我提的字，都是朋友吗？对，饭馆开张送两块匾。嗯，一块挂在东墙，一块挂在西墙。写的是东墙是隶书。哦，写的是客似云来，有讲究，客人来的太多，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真不少。西墙写的是楷书，写的是万里无云。哎，没人呐。您这好不了了，这字儿。后来他就不干了。哎，对，没人了我还干什么呀？别看不干了，对他来说、啊、一点儿都不心疼。是吗？别人开饭店不挣钱得急得跟什么似的。那就赔了。于老师没有。是。不在乎。我不指着这个挣钱。郭德纲没挣钱的时候，于老师就已经家财万贯。哎呦，您这也过了。当年人家做节目主持人。也做过。拍电影，拍过，拍电视剧，都干了，做广告，是好多产品。嗯，反正你让我说，我现在说不上来，想不起来。很多产品做这个，嗯，形象大变。哎，你先等会儿，形象大变，形象大使，有区别吗？要那么说，我改模仿秀了，您这个。就当年的事儿啊，当年的事，饭馆不干了，也没耽误您花钱糟啊。但是这个人玩心太大了。对，好多朋友都知道于老师现在有一个宠物乐园。哎，小小地方，饭馆不干了，干点别的吧。啊，北京大兴拿了一块地60亩，哦，开了一个宠物乐园。嗯，叫天打雷劈。哎，好不了了。天打雷劈，我老记不住叫什么，叫天经地滑。天经地滑、嗯、对，养了很多的小动物。嗯，说明什么啊？您是有爱心的人，他喜欢动物。最有名的就是养了好多小矮马。对了，矮马，嗯，比狗大点有限，是打美国买来的。嗯，宠物这喜欢吗？真可爱、啊、真费了劲，不容易啊。对，养马这是个学问。嗯，买来的时候17匹，对，现在是23匹，还繁殖呢。每一匹都倾注了于老师的骨血。哎，没有，没有。您要知道，17匹，这不行，别算了，别算了，倾注骨血，费了劲了，不容易、啊、这不，那叫心血，有什么区别吗？哎，这区别大了，这个，别胡说。对不起，没上过学。嗯、那你。特别可爱，我们去了，这么好玩啊！啊，喜欢。我给你骑一个哦，来过来，嗯，拿着小马鞭，嗯，驾，扶我去。哎，嗯，哎，这闹场了，还回来？好，马出去了，太小了，骑不上。养了好多小狗啊，那也有。养了好多的鸽子啊，喜欢这个。养的山羊，对，梅花鹿，哎。还养了好多的鸡，干嘛这么咬言杂字的？到这儿，元宝鸡啊，珍珠鸡是各式各样的大公鸡，漂亮之极。嗯，好、哦，嗯，还有很多野鸡，肉好吃。你不要咬文杂字，你好好说话成吗？我说的挑不出毛病来。关键在你怎么琢磨。我不会不琢磨呀。一到了晚上你知道多热闹。我不能不琢磨。您不好好说话成吗？一到了晚上这些小马都归了圈。对呀、啊、小狗都归了窝。是那些个野鸡。哇，您干嘛这么兴奋呢？我替你美得很。替我美什么呀？鸡要上架啊，您懂，都上了架子。嗯，野鸡啊，嗯，学名叫雉鸡。哎，这倒对，大长尾巴。对，一上了架之后，尾巴垂下来，嗯，太漂亮了，是好看，好几百只，看着像一幅画似的。嘿，周围人都知道，嗯，于家大鸡窝，什么话这？有这名字吗？这
好看啊，陶冶情操，喜欢好看，还种了很多的树，有对吧？有有有，哎，种了很多的青菜，嗯，种了很多的花儿，嗨，大院里开出五亩地来，嗯，种菊花，我喜欢菊花，哎，嗯，尤其到八九月份，嗯，喝着黄酒，吃着螃蟹，是于老师一看菊花，哎呀，嗯，活活没死，就这么爱，就这一片全是啊，是我给他写了一牌匾，写的叫于谦的菊花。这叫什么匾呢？我还真趁这玩意儿，你这有墨菊，有黄颜色的，啊、有白绣球，嗯，漂亮之极，指不定坐在哪儿了，这是。嗯、哎，于老师，咱这个岁数，咱别瞎说。废话，哪有那么些色儿啊？你看看，宫廷里边出来的很多好品种，哦，绝版，名贵的菊花，它这都有。嗯，人家花匠说了，菊花不能单独养、嗯哦、要配合其他的草本木本的植物一起，那就好看。他的菊花地里还种了很多的山药，这怎么搭配的？这是这一片菊花一片山药、啊、赏心悦目，我这过瘾来了是怎么着？尤其值得表扬的就是您种的这片青菜。哦，种菜，外边的青菜现在不好吃啊，不绿色、啊、竟是上了各种的药化肥，吃完对身体不好。对，人家家的青菜，嗯，纯绿色无公害。对了，上的是自家的肥料，我们得多能拉呀，这个还自家的肥料，没在外边买过化学的东西，哦，全是自己家这点东西啊。是啊，你要上别的，他吃得出来呀？多脏啊，这玩意儿，知道吗？我好这口。当玩多活好几年。是啊，院子里什么都有，嗯，杀个鸡，嗯，宰个羊，嘿，烤串儿，哦，人家烤串跟家里烤，外边那串说是羊肉竟是鸭子肉，那不正经啊。啊，人家家里那正经的是啊，杀个羊，嗯，烤点羊肉串，对，骨肉相连，嘿，烤个脂肪肾。哎，嗯，什么叫脂肪肾呢？就那大腰子。您管大腰子叫脂肪肾呢？你叫脂肪肝啊？啊，这多瘆得慌，这玩意儿烤着吃啊！哎，烤鸡肉串哦，哎，烤个鸡头哦，哎，爱吃就爱吃这口，一瞧见这个，乐得都不行了。鸡头，嗯，我是啊，有了它，我们那鸡就不散养了。啊、你瞧瞧人家啊，好。那羊肉不能光烤啊，嗯，手抓羊肉，哦，手抓羊排，嘿，手抓火锅啊啊，烫死了，这就抓起来往火锅里边扔啊，搁那肉好吃啊，烤青菜，这怎么烤？打地里边蹬出来，当吃就搁在火上。哎呦，不洗啊，不能洗啊，怎么呢？洗完味儿薄。哎，我吃什么味儿啊？我高兴啊，一边吃一边喝酒，嚯。喝白酒啊！我瞧他喝酒，我都瘆得慌。怎么呢？人家喝酒是练出来的，练。不知哪位好喝酒啊？您记住这茬，白酒是可以慢慢练出量来的。哎、啊，这跟后天有关系。他是真行啊，练。尤其喝酒，嗯，喝白酒，夏天练。哦，热天穿着貂皮大衣。哦，嗯，披着被窝。哦，太阳底下烤火，喝白酒，吃辣椒，涮四川火锅。好，我作死呢吧？我这。就为练这量，啊、哦，喝差不多了，喝啤酒，还个啤酒，一箱一箱的啤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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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呦，跟这儿喝啊，啤酒喝多了有一个名词叫走肾，对了，就是上厕所啊，站着踩地那儿，哦，施肥，哇、哦，啊，自个儿也乐啊，乐什么呢？这阵就、啊、这尿喝多了，酒特别多，没听说。说反了您呢，酒喝多了尿特别多，喝多了喝多了啊啊，神仙一样的生活倒是过得不错，站在自己的院子里边吃饱了喝足了，小风吹来，嗯、啊、活神仙啊挺好，要做神仙驾鹤飞天便是成金妙不可言，堂头喝酒抽着烟，什么乱七八糟的？
您还给编成歌了，这玩意三大爱好融为一体。哎，对，都在一歌里头。秋水长天一色啊，你这辈子不冤不白活，就算你当时这会儿猝死都值。哎，不值，弄这么大一地儿给谁呀？所以人家这个不管是开饭馆干这个天打雷叫哎对吧，天经地滑啊，天经地滑，这个这个小小宠物乐园吧，啊，哎，人都是为了玩儿，就是玩儿。我干一国家菜，弄一饭馆，有去过的，嗯，下回去提我三里屯那儿，嗯，国家菜为什么干？怄气，这怄什么气？我这人就是气性大，怎么回事？而且这也不是现在的事儿啊，这一说有11年了吧？哦，那么长时间了，燕南禁也。这是大的啷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个啷当里个咚滴子啷咚咚咚咚，要唱。那年夏天不唱，8月份呢也不那拉这么长过门干嘛呀？你想这事儿，想这事儿您说。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钱啊，吃饭净跟门口小饭馆就凑合呗。可那小饭馆就差点没动了手打起来。哟，因为什么呀？就因为他，我后来才有雄心壮志。怎么回事？小饭馆没多大，嗯，6、7张桌子，天天得跟他们家吃饭。哦，离得近。那会儿也没有时间开火，嗯，早晨起来吃早点也上他那儿去。哦，也有早点。两口子带俩伙计跟这干也行。去，我挺照顾他的。那老去吗？他早上起来什么豆浆啊、油条啊、粥啊、哦、包子呀、什么油条啊，就这个，嗯，还卖全。他拌的小菜特别的好。是啊，拌的菜，嗯，那一大盆搁那也不要钱。哦，白吃，谁吃谁拿碟儿去剥去，挺好吗？我是真没拿他当外人。是啊，啊，我大家啊拿半张饼，哦，我带一个小碗儿，哎，这叫小碗儿，把他那盆呢倒我这里头，哎，好，刚装半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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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低着头吃啊，老板看着我，嗯，这运气。我都不吃茬啊，你多新鲜呢，自个儿人啊，谁跟你自个儿人？他问我，哎，嗯，哎，你等会儿再吃，嗯，扫听个人你认识吗？谁呀？住在这跟前有个人，嗯，名字叫蔡宝驴，哼，你认识吗？这叫骂人。马贤杰，蔡宝驴。对呀，啊，趁着我吃他菜了，嗯，咱跟人家是自己人。哦，认识认识。哦，他儿子卖早点的，嗯，哈，损不损呢你？出去，是得让人轰出去。把我气的啊！中午我就没好意思再去，多新鲜呢。可是得吃饭呢，也得打他的电话叫一个外卖。哦，他还送餐，给我送完米饭，嗯，送一火爆腰花。哦，这要一菜，一会儿送来了米饭在这儿了。嗯，火爆腰花。哦，翻来翻去我也没找着腰花啊。哦，都是辣椒啊，翘头。打一电话。你们这菜改名叫火爆了啊？没有腰花，腰花呢？嗯，没有。哦，在这儿吃才有，打包就这玩意儿。你瞧，把我气的啊！这是报复我。哦，晚上我又去了。嗯，你别瞧不起我。嗯，我得装成有钱人的状态。这怎么装啊？我戴一个半斤的大金戒指。不，您还趁这么大金戒指？铁的镀铜。哎，这呵，不能再穷了，您都戴食指上。哦，干嘛呀？一进门往这一坐。嗯，一晃我这大戒指，哎呦，点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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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谝富。他乐了啊，媳妇儿出来，叫他媳妇儿干嘛？叫老板娘。嗯，老板娘四方大脸啊，哦，油光满面，嘿，大眼珠子，嗯，两根头发梳一中分啊，蛐蛐儿合着是，这不是俩须子吗？出来了啊，什么？不是啊，我拿这个。点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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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金戒指，这娘们一张嘴啊啊，这嘴大金牙，呵，点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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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较劲吗？这不是，嗯，好啊，给我来一个花毛一体，你先等会儿吧。嗯，什么叫花毛一体呀？花生毛豆的拼盘。哎呀，就别起这么雅的名字了。我还以为秋裤呢，你知道吗？花毛一体，花毛一体，我来一个花毛一体，花毛一体，来4瓶啤酒，嚯，不为吃饭，啊，就为占你这桌子，啊，耗着你，哎呀，4瓶啤酒摆好了，啊，花毛一体上来了，别提这个啊，看着，嗯，你相信不相信？
怎么着？我不用起子，哦，单凭这手，啪啪啪啪，呵，打开，能耐，不信，较劲，不信呐，啊，不信还不拿起子去？嗨、哎，什么人呢？您这是？您要不较劲，没人跟您较劲，您知道？早让人拿起子多好啊！你不信吗？我也不信呐。哎，对，没人信这个。老板，瞧瞧我啊！我看你那脸型，以为你不用起子呢。对，没起子感觉。等着啊，等着吧。啊，等了40分钟，嚯，没来，坐起子去了。哎呀，有一句名言形容我这个心情太对了。怎么说？我等的腹都泻了。哎，这没听说过，有等拉肚的吗？不是，有一等的花儿都泻了。等的花儿都泻了。对 啊，嗯，拿来了，跟这儿喝。嗯，好。好 啊，啊，你盯着我呢，这事儿不算完，还没完，我非得报复不可。你瞧瞧，转天叫了6个朋友，干嘛呀？吃饭，走，跟我走。这不还是上人消费去吗？7个人去啊，哦，一人背一个双肩背的大包，啊，有东西。进门坐张桌子那儿啊，一盘花毛一提，又来了，嗯，一瓶啤酒啊啊，6个人喝一瓶啤酒，哥几个，7个人啊，7个人啊，咱们今儿一醉方休，哎，啊，怎么喝呀？这玩意儿，拿杯来。啊，喝就一瓶，不是一瓶啊，要他要了一瓶，那还有呢？我们都背了一双肩背着包呢，这里边什么呀？就是啤酒。哦，自备。哎，喝差不多，拿这空瓶往里边换。哎呦，你想 啊，7包啤酒，嚯，10箱啊！哎呀，喝到夜里12点。哎呦，这屋也进不来人了啊！哎，走，往外走，往外一走，我们这几个人里边有俩都吐了。就喝成那样，一个个都晃我啊！老板都傻了，这个酒量还出来呢？嗨，以为就那一瓶啤酒闹的呢。到饭馆门口，老板娘叫我啊：“你有能耐自个儿干一摊去。”哦，这就较劲了，别上我们这儿起哄来。哦，寒天一点水，点点在心头，说到心里去了。我打这起，我琢磨，早晚有一天，嗯，我得干一饭馆，埋下根儿了。所以说，后来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小饭馆，您客气，有这么个因由，啊，其实也不指着挣钱哦，交朋友，对，有功夫上我那儿去，我也去。哎呀，啊，都去，你是人就能去，你哎，这叫什么话呀，啊？你别对自个儿没自信。哎，有有，哎，我一会儿就去啊，嗯。咱实话实说，尤其自己哥们儿，啊，这个您别客气，是是是，您赏个脸，您客气了，您赏个脸，我愿意。要不我赏你一个脸？哎，这叫什么话呀，啊？到底让去不让去？你要不去，你瞧不起我。那我去，你坑了我了。哎。那到底怎么着呀，啊？你必须得去，我肯定去，还对不对？而且你去了之后啊，啊，什么叫好吃的，哪个叫好喝的，都得给你拿出来。这咱们有交情啊，上我那儿喝酒去。哦，我好喝酒。白酒、啤酒，你要听我的，就别喝，啊。不喝那咱喝什么？来点洋酒行不行？哦，洋国酒。我给你开 CEO 啊，开一什么玩意儿？不是不是，开 UFO，啊，给我开一飞碟。不是。开什么？开 XO， 我还啊，对不起，我不喝酒，我也不懂这个，不懂酒。开瓶 XO 可以啊，我再给你开一个那个路易13点，嗯，啊，这给我开一神经病啊，这13点儿了。路易十三，对，没有点儿，没点儿。路易十三，对，我不知哪位好研究酒啊？什么叫路易十三？您知道吗？法国出的，陈化50年以上的白兰地。哎，就这一口酒在嘴里边一转圈，嗯，人说能品尝出不同的香味来。哦，还有各种味儿。到时候咱俩啊，嗯，来八钱的杯子，嘿，一坐一喝这个啊，八钱的杯子喝路易十三呢，几钱的？我不懂这玩意儿啊，这大杯子，大杯子啊，喝，嗯，品出味儿来了，呵，怎么着？水仙花的味儿，还有水仙的味儿，你这咱们这滋味哦，核桃，核桃香型，哦，嗯，核桃，茉莉，花香，嗯。荔枝味儿，哦，还有荔枝，带鱼，嗯，孜然，球鞋，嚯，哦，这运输过程当中的味道，啊，咱不懂，我就想想一想点好味儿，想那个状态，咱俩一喝酒不得美死？哎，那倒好，对不对？是路易十三来一个，啊，花猫一体，哎，传统菜啊，来这个，啊，传统菜肴，准备点凉菜哦。炸鱼、炸虾、炸铁锹，嗯，炸干丸子、炸蚂蚱，嚯，青灯鱼、赤凹刀鱼、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嚯，
吃完了腮帮子都破了。您等热菜嘛？啊，为等菜，等热菜。你要不要，那就直接的来大菜啊，上热菜。这会儿闷得慌呢，来块狗咬胶啊，这嗨。哎呦，我牙掉了都！您不是为了吃，就摁着玩儿，吃着玩儿、啊。对，吃着玩儿。我还窝里忍会儿得了，我还摁着玩儿什么呀、嗯？窝里都上架了，这还海鲜爱吃吗？海鲜可以、啊，鲍鱼喜欢吗？哎呦，太好了！行吗？行，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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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了，一单就乐了啊！爱吃，一看就是说相声的，这叫什么话呀、啊？鲍鱼，鲍鱼之前就值钱那个汁儿上，哎，勾汁儿，汁儿，你看哦，汁儿差不多了，对，赶紧下炸豆腐，嗯。嗯，下火烧是吧、哦？您这是鲍鱼啊？这是卤煮。哎，对，上您那儿吃卤煮火烧去。卤煮鲍鱼改良菜品，您这不是糟践东西吗？我们还有垮炖龙虾呢。哎，这谁厨子想出来的？这是嘿，皮皮虾也吃吗？皮皮虾行，一哈来长，不小了，头顶王字一根紫线嘿，个个带紫，活打，好吃，鲜打，没问题。我给你包饺子。哎，吃馅儿啊。一个饺子里边一个皮皮虾，这么多不扒皮儿，那我还是吃这凉菜去得了。哎哎，吃一个饺子你能美一宿？哎，对，那是疼一宿，那是。这个川菜喜欢吗？怎么改川菜了呀？你看海鲜是蟹印儿，哦，正经得上点菜呀、啊。哎，吃正菜，川菜行吧？可以，没问题。来个夫妻废话，哎，对，那就甭吃什么了，净说了。不是夫妻废片儿。夫妻肺片，对对对对对，嗯，宫保鸡丁行吗？行啊，你别看家常菜，这不容易啊，这个讲究。有人说这叫宫保，记住了，错了，宫保，宫保。哎、啊，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官叫丁宝桢，对啊，光绪二年做的四川总督，后来官拜太子少保，哦，人称叫丁宫保，嗯，是他研究的菜，嗯，所以叫宫保鸡丁，美食家，有鸡丁，有花生仁，嗯，有葱段。都能吃吗？都可以。我们在这基础上又丰富了。怎么？光这三样不够啊！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宫保花生。那鸡丁哪儿去了？给研究下去了。哎嗨，您这压根儿没搁合着。那个凉粉儿爱吃吗？凉粉儿也行，川味儿的啊。哎，川味人家那叫川北凉粉儿。对呀、啊，在这基础上我们又改良了。您呢？川西凉粉儿。哎，不吃。那玩意儿多臭啊！你这玩意儿。哎。哎，鱼香肉丝能吃吗？那是川菜代表啊，最简单的菜做好了不容易。对，肉丝儿得上好的里脊、嗯。对了，配上了辣椒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对对对，这属于是俏菜。嗯，可有可无，可得可少。没错，那个可是我们这跟别处不一样，又改良，没有辣椒丝儿啊，那倒可以，行吗？没问题，没有辣椒丝儿，我们这个好好好、啊，没有辣椒丝儿，有胡萝卜丝儿，行吗？我爱吃这个，那咱们就胡萝卜丝儿了啊。行行，不是这肉丝呢，就胡萝卜丝儿。哎，这呵，没肉丝儿，感情主要是为了吃香辣蟹。哦，还有香辣蟹，嘿，我跟你说，主要是吃调料啊。香辣蟹就是吃调料。为什么川菜好吃？关键调料要好。没错，一定要正宗。对对对，我认识一个四川小姐啊，哎，对，不是不是，不是你厨师。你上我院里挑一个去。我说的是厨师哈啊，厨师厨师，现改都来不及了。不是厨师，对对啊，还对厨师，小名叫小姐，解放的姐啊，哎，都厨师小名叫撒尿，合着这就没意思。你不吃饭，你管我作风干嘛？啊，谁说作风问题了？许你开那个买卖，你就不是吧？行行行，来，哎，你看乱了不是？啊，从说吧，说吧，嗯，他开了一饭馆，我说我干嘛呀？啊，从你这儿说，说到哪儿了？香辣蟹，香辣蟹，厨师叫小姐，啊、对吧、啊？还提这事儿呢？哎，这个各种的材料，光这锅料得四十来斤，嚯、嗯，没有这么些个料出不来香辣蟹的味儿。对了，嘿，大锅料四十来斤啊，给你炒一个寄居蟹，哎，这嗨。我找不着那个，多练智力，你知道？对，啊，那玩意儿练什么呀？这叫吃着玩儿，这叫玩儿。来一锅四十斤螃蟹，你吃得了吗？那倒是，太是的、嗯。还有烤鸭呢，这是北京菜了。对了，啊，北京最老的字号叫便宜坊。对，便宜坊的烤鸭天下闻名，好吃。吃烤鸭有学问，是吗？列位记住了，啊，一只烤鸭四斤重，嗯、片成108片的丁香叶儿。
丁香荷叶饼拿到手里边，嗯，记住了，就那小薄饼啊，手里一攥，把它攥住了，再撒手，这饼得能打开哦，弹性大，这个饼才叫合格哦。一个饼里边加五片鸭子哦，配上酱，配上葱，有的还可以再配上萝卜条哦，卷好，这么一卷嗯，吃烤鸭的术语叫吃卷儿，是吃几卷啊？我吃了两卷哦，我吃了三卷，这是行家哦。你吃了多少？三只哎。这位太能吃了，这外行外行，对，连骨头都嚼，又外行又饭桶，这个。还有一种吃法，嗯，这个用空心的马蹄烧饼，啊、哦，烧饼撕开之后里边空心的，嗯，那个鸭子肉要蘸酱油，酱油里边调上蒜泥，哦，蘸那个，这是一套研究。现在新兴的是生菜，生菜抹黄芥末裹子鸭肉吃，嚯、哦，哎，鸭子吃完之后。得把鸭脑袋拿下来切成两半、啊、配上鸭尾巴上那块肉搁在小碟里端上来、嗯、这桌子谁是尊贵的客人放人面前、啊、这叫有头有尾嘿这叫吃鸭子、哦、知道吗上我那儿去咱们吃这你早去、哦、咱俩找一包间门口等着、哎、知道吗、嗯、他们一出来咱俩蹭就进去了下手 吃剩的去合着你得先记着客人吃咱们不就是客人吗你这咱们得等真正的客人走了。哦哦下吃了有可能有那个没出息的啊。啊保不齐咱们来一看哟都吃了。这没剩怎么办咱们可别骂街。别还不许骂街。拿的还有鸭架子呢。鸭啊拿到后厨我命令后厨。哦、鸭架子熬白菜。咱俩人一人来块饼、啊、一大碗鸭架子熬白菜。是咱俩人蹲着三里屯那好大好大。你跟我说实话这买卖是你的吗废话你没看上面写着吗啊郭家菜那是我的。你要写余家大菊花那是你的。没听说过。也没有写那玩意儿的。你这个我听这么半天您就命令厨子熬一鸭架子熬白菜。我让他弄准弄啊。多新鲜呢。哎小姐来。哎您上自己饭馆点小姐去。他的名字叫小姐。啊好好好。哎解放的姐 啊。关键我们主食还特别好呢。嘿呦还有主食呢。小笼包爱吃吗啊，吃包子可以。哎呀，你，我跟你说，你见小笼包，你能乐的都不行了。怎么呢？你跟照镜子似的。哎，我是长得跟包子似的，是怎么？不是好好啊，那个面儿的头发，面发着，啊、哎都不行了，光。哎，你先吃一口，怎么着？知道吗？啊，小笼包爱吃吧？爱吃。哎，馅儿和葱花饼行吗？也行啊。哎，啊、螺丝转的饼，这讲究了。我给你烙点螺丝转的饼，好吃，撕着吃解闷儿。哎，闹着玩什么叫螺丝转的饼啊？专门给于老师烙螺丝转的饼，对，转的。哎，哎啊，不是不是，哎嘿，您等会儿，哎，您说这是消化完的螺丝转的饼，没劲，没意思。废话，你还甩出来一家干嘛？行，爱吃吃，不吃带家去，知道吗？带家去，上菜地里也好啊。没听说过，知道吗？哎，什么都有，汉堡有，还有西餐。那当然，汉堡啊，哎，意大利面。嚯！哎，面条爱吃面条，爱吃面条。上过生日，下回过生日去。哎，好，我给你祝寿。哎，好吃长寿面，没错，给您挑寿，没这讲究。我给你煮碗挂面啊、长寿面是挂面，都这么长。不是，你让他们别剁开，整的啊，整挂面。哎，炸酱打卤都有，那都好。哎，泰国面爱吃吗？泰国面也能吃。泰国面哦，有去过泰国旅游了，泰国人也吃面。您说说，这么长柳叶的面。哦哦，哎，柳叶的盛一大碗，热乎乎端上来。是我们服务员还得说一句正宗的泰国话，怎么说呀、啊？你是要鸡蛋切红柿的吗？哎，这好，哎，您把泰国话的山西去了是怎么？泰国吗？哎，什么泰国？这不叫刀削面吗？还柳叶的，还这么说洋气、嗯？洋气管什么呀？好吃啊，反正都有啊。哎，意大利面也行，意大利面也行。也是国外兴的，意大利不远、啊，就是这个那他那个面是有宽的，有圆的，有细的都有，哦、不同讲究一清二白啊，三红四绿。哦，哎，意大利的首都在哪？就是在这个甘肃边上的，里边还得搁两片牛肉是吧？也有搁萝卜的，那这不叫拉面吗？那个哦，你知道不少，我这废话，面条谁不知道？知道不少啊啊！三明治爱吃吗？三明治也可以，三明治也行啊啊！吃着玩小吃是吧？对对对对。六明治吃过吗？啊，这可不知道。你看这个笨的，俩三明治啊！您这玩意儿吃饭带算数的呀？您、啊、二明治吃过吗？这不知道了。馅饼，
一层馅儿，对了，哦、一明治吃过吗？没有，披萨。就一层面，哎呀，这没吃过披萨，披萨不？披萨圆的，馅儿在上头啊，底下是棒子面，上面是韭菜鸡蛋，糊饼啊啊，披不叫披萨，这叫糊饼呢。哦，明治吃过吗？明治是谁呀、啊？日本天皇啊！哎嗨，哎呀，要了亲命了啊！您说的没一样好玩意儿，知道吗？实明治吃过吗？什么叫实明治？五个馅饼。哎呀。不带这么算的，哎，爱吃什么吃什么都有，跟您不见外。吃完之后，小吃汤汤汤全摆上来了。哎呦，饭后的小吃，嘿，冬天有天津来的青萝卜，这可好，沙窝萝卜，脆萝卜赛梨，嗯，那个萝卜不是青菜，当水果吃，当水果卖呢。好萝卜拿到手里一撒手，掉地，哭嚓一下，当时就碎了，就那么酥。好，好，哎，这是咱们冬天的，嗯，要到了夏天，什么呀？果子干儿。嘿，北京小吃，老北京的吃食。嗯，像这月份春天啊，吃什么？我特意给你弄啊啊，童子尿煮鸡蛋。哎呵，我都没听说过。嘿，童子尿，浙江东阳人吃这个啊，这咱们最近发明的啊，是吗？我开始我吃行吗？没问题，你拿回去，先拿于老师先试试。啊、哎，怎么这叫什么话呀、啊？童子尿煮鸡蛋，吃完之后夏天不中暑啊，就那么好。哎，这一年身体有力气，童子尿，我就已经开始行动了。都怎么行动？已经给您满处接尿去了。哎呀呵，是吗？别说我吃行吗？就是说你吃啊啊！不说你吃谁尿啊？看看这人缘混的，各处去，我不能白那什么，给人钱 啊！您还给钱？哎，十块钱一包，还挺贵、啊。哎，你多大了？啊、多大了？童子尿吗？对呀、啊，五岁。来这儿尿，宝贝儿尿。啊、哦，这儿尿、哎。反正你说多大我就信，知道吗？到底是不是这么大呀？人都说这么大，废话，七十六的也这儿尿一泡，这不成啊？是多大？多大？你说多大是就是多大？哎，哦哦，尿完之后这儿弄回来啊，不能马上煮啊。那怎么办？得为了干净嘛。啊，先来块冷布。哦，冷布先过滤。干嘛还过滤？有肾结石。哎嚯，这肯定不是五岁的这个。干干净净儿，把沫子都撇了。哎呀，找一大锅新锅啊啊 啊！马上鸡蛋给于老煮，这纯尿，煮完之后一吃，呵，咸丝丝儿。哎呀，太好了，都是你的，我这不吃。你别客气，这谁跟你客气？我给你弄，我这不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不爱吃鸡蛋。哦，你不吃鸡蛋啊？对了，那你喝点汤吧。哎去。什么都有，吃喝穿戴。那天。有谁开幕式送那花环，嗯，手捧花，哦，好，里边都炸鸡腿儿，嗯，哎呦，这要不知道，那是知道能不知道吗？啊，他、嗯、上门，侯震他们就给吃了，哎，很开心啊，咱们去寻找这位好心人，嗯嗯，那个刚才是高峰高老师，是栾云平啊，高栾嘛，一个是我师弟，一个是我徒弟，嗯，啊，俩人不错，咱们下去休息休息，是看不见是吧？啊，我白挡那儿了，嗯、哎。现在还看得见吗？哎、拿这个，坏人，嗯、谁呀、啊？在一块儿那么些年了，嗯，这人特别的好，嗯，不争名，不夺利，不贪财，不好色，就好人嘛。真的啊，这个玩心大，喜欢玩。好家伙，各种动物都不放过啊！这什么话？什么叫都不放过呀？就是养那些小动物啊啊，都养小猫、小狗，是猪啊、野鸡啊什么的，哼，他也下得去手。你就干嘛就到野鸡那儿这么咬言杂字的？替您开心呐！嗯、哎，邀请您上我那儿玩去，朋友啊，挺好的啊。嗯，但是于老师。有一个小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您别客气，有什么建议您就说。真的，嗯，我觉得您再怎么好玩，您也是范围小了一些。怎么叫范围小呢？首先说从他的兴趣来讲啊啊，养动物，对，玩虫子，嗯啊，扇子，嗯，扇子，对不对？对对，文玩嘛，鸟笼子是，就这些东西，你再怎么说，嗯，它也是北京的东西。啊，就是这些北京的文化遗留下来的。天津也玩，上海也玩，但是，嗯，北京是根儿。那是，八旗子弟过去留下来的。皇上背了玩啊，玩什么东西要玩到极致。嗯，玩这葫芦。嗯，这葫芦是想出一什么东西？哦，做一模子。对，开出50亩地去。啊、哦，套上模子长。
这一夏天这一季收起来可能就落仨葫芦，这是行家，值吗？值，值，这就是玩儿。对，稍微歪一点踹碎了不要，这就废了。五十亩地落仨葫芦，值，花多少钱愿意，这叫玩儿。对，这就玩儿。出了北京没有这么玩的，出了北京少。但是啊，我老建议您应该出去走一走。我出去转啊。您不能就说老围着北京，当然是外边也有，但是您老觉着北京是出处啊，广阔天地应该开开眼界。哦，您说让我往远了走走。您瞧见我了吗？怎么了？我这些年，首先说您知道我是个搞文学的。啊，你就别提这文学。别提搞文学的了，这个出去才知道啊，原来就觉得就家门口好，但是往外一走才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哦，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您在北京大兴种葫芦，你想过没有？如果说你上澳大利亚去种葫芦去，那葫芦结完它就不一样。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土地肥沃，它的那个气候。长出来的东西跟咱们这儿不一样，哦，有水土的关系。您说，您玩野鸡？大家啊，说点别的不行吗？就是您玩那小鸡儿，对吧？啊，您玩腻了是吧？啊，您可没想到，你要上日本玩一回呢？这我是想到了啊，贵啊。玩儿还在五十亩地出仨葫芦你都认头哦，整个日本国还出不来一个你爱的鸡吗？不是，您这怎么听着不像好话？您真劝我呢吗？这人呢，脏心烂肺啊！我这个话没错啊，啊，写成文字送到哪个衙门口去备案去都没错，想歪了是你心脏。哦，这真走出去玩一玩看一看。那当然了呀。那我上哪儿啊？外边好，哪儿都行啊。跟我说怎么着，对吗？先找三大帝国送您出去。怎么叫三大帝国呀？越南、泰国、柬埔寨。哎呀，这叫三大帝国呀。送您上这儿看看去。这我跟您说啊，您现在您是趁点钱，您分跟谁比？您跟说相声比于谦了不得。没有。咱真见过有那说相声的是吧？一年就演六天。哦，打初一到初六。我截去，哎，有的是场店，有的是龙潭湖庙会，那可不呗啊！平时谁让他演？有屋顶的地儿谁让他演呢？是不是？一定得见天日啊！嚯，一年演六天，一天给100，我这不少，600。庙会上再偷点羊肉串，哎呀，吃点瓶子，也落1000块钱。哦，哎呦，您跟他们比，您是很厉害，是是。但是您真一出去，您才发现，您趁这点钱呢，不算什么。九牛一毛，哎呀，真不算什么。不是我这够吃够喝的。九牛之一毛，万鸡之一鱼。别提这鸡了，多难说。万鸡之一鱼，也就是我听得懂。那错不了，一万只鸡，一只毛。行了，别提这个，知道吗？我是哪儿都去。哦，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是有时外边演出啊。之后呢，他惦着家里这些个小动物就回来了。我也好交个朋友。哦，什么洛杉矶呀，啊，是吧？还是鸡呀，啊？这个不是到法国，法国也去，哎，都得去啊。法国，反正哪儿都去。嗯，澳洲也总去，有时候也谈个生意，给人家，还做买卖，就是又不会挣钱。那您就是我对钱没有概念，不怎么叫对钱没有概念，钱也是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就高兴，给人帮忙，哦，这事成了，挣钱是你们事啊，啊，发财都是我在边上看着我就乐。乐高兴。